能和尚你哈，恁个就是主法这里剃发哈啊，为上广下华这个带刀啊，也希望说呢，在剃度这个过程当中，啊，请和尚你哈，那恁上安下会和尚你，啊，恁来讲几句喂。免讲啦，哟，免讲啦，你讲就好啊。安尼，我嘛唔知影我要讲啥。你看，你看，安尼有自在哦。你看这张有趣味无？讲自在加趣味。所以讲，即个就是要把这个记录吼，给留落来。好，啊好，咱每一个人啊，了解佛法吼，师父因唔是讲唔捌，因是过去生都拢有修啊，啊，即些就是做好咱表率表法，好咱只众生看对吧？就是的，对对吼，咱就感恩的心。